各位聽眾地嘅同學啊，咁嗱呢度咧係個我另外一個 topic 㗎啦，就係即係一個新嘅開始啊，就擴張性。咁你見到個暑假其實教咗，即係而家三堂已經三個唔同嘅 topic 啦。咁因為我就俾個信息你先啊，一升中四咧，其實啲 topic 係一個 variation 大好多，而且啲 topic 咧普遍嚟講，即係個難度提升咗好多㗎啦。咁所以我就一開始就俾你知道好多 topic 唔同嘅 topic， 等你有個心理準備先啊。呢個擴張性非常咁，擴張性非常嗰個方面係點咧？咁我哋做少少引言先啊。譬如A 三 x 加四等於八咁啦，咁呢啲叫做 linear equation。linear equation 嗱，你見到有 equation 嗰個字咯，不過佢個名就唔係擴張性啊 ，linear。咁就即係叫一次方程，中文就叫好。咁咩叫 quadratic 咧 ？quadratic 嗱，一次嗰個對應就係個次方係一次，最高嘅次方係一次，最高嘅次方係一次。好啦 ，quadratic 咧其實對應咧即係最高嘅次方係二次，譬如三 x 嘅二次加四 x 減五，咁呢啲又叫 quadratic 啊。咁擴張性 equation 咧，其實我哋會即係呢度一陣會引入曬所有即係所有嘅方法去 solve 佢個嗰條擴張性 equation 啦。擴張性 equation 叫二次方程，二次係根據最高次方啊，最高次方係二啊，咁其他當然有一有 constant 啦。咁呢個 formula 咧，我哋咧即係我哋將提升咗 ax squared 加 bx， 即係將個數字變咗代數符號加 c 等於零，呢個叫 general form。General form of quadratic equation， 即係我哋簡寫就 general form 啦，即係一般式啊。嗱，即係一般式，即係一般人都識啊，唔係講下笑咋？個式係個形式嗰式啊，一般的形式咁解啊。好，咁啊，不過我基本中意咁樣講下嘅，即係等你有即係有記得清楚啲啦。咁我哋首先介紹下咧，即係點樣 solve 一啲 quadratic equation 個方法先啊。好啦，我哋間低佢先。這個就是 quadratic equation 的一般式，那我們呢就 A B C 是叫做 coefficient COEFFICIENT， 那當然我的 C 叫 constant， 但我們統稱了就算了，就是 constant coefficient 就算了， A B 是 coefficient， C 是 constant， 但我們都是叫 coefficient 就實際一點的。咁一般個 A 唔等於零㗎，因為等於零就會跌咗落去個linear equation 嗰度啦。咁我哋唔想佢跌落 linear 嗰面啊。好啦，我哋 solve 下呢條先啦。呢條 equation 我哋認咗啲 A、B、C 先啦。A 係一 ，B 係十一 ，C 係十八。咁我哋用學過嘅一個方法係咩方法呢？以前就係將呢嚿嘢呢用呢個 cos method 嘅方法。十一、十八、十八即係九同埋正九同埋正二。9x 加 2x 等於 11x 嗱，睇翻呢個方法啊，即係我唔 sure 你哋仲記唔記得，咁就所以就可以寫做 x 加9 x 加二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兩嚿都乘埋啦，咁嚟另外一個話 a b 乘埋等於零咧，即係 a 等於零，我話 b 等於零嗱，呢啲要識得去即係用數學嘅形式去表達㗎啊，咁所以你呢個係 a 呢個 b 啦，呢個就係 a 啦。呢、這個就是 B 啦，咁所以 x 加九，我用筆寫，呢個係 A， 呢個係 B， 咁所以你根據佢個咧就 A 等於零，我話 B 等於零，好，所以 x 等於負九或者係 x 等於負二，咁呢個咧呢兩個數就叫 roots 啦，即係 roots of this equation， 負九 and 負二 are roots of this equation 咁樣。咁呢個方法叫 method of factorization 啊 ，method of factorization。咁你哋學過嘅 factorization 呢部，咁跟住嗰部咧，如果係舊年跟我嗰啲同學讀書讀咩事咧，我都自然地引入埋呢嚿嘢噶啦。因為呢啲係即係你必須要知道嘅嘢啊，邏輯嘅嘢我哋越早知道就越好嘅。你慢慢去即係個邏輯係要慢慢融化、慢慢消化噶，消化完再融化、融化完消化。再消化，跟住令到你
對嗰樣嘢對個邏輯係更加強烈啦。好嗱，呢、這個嗱、我哋睇翻 A 係二，留意個 B 唔係五啊，係負五啊，連埋個負噶 ，C 係負三。好嗱，咁我哋 cos method 先 ，EX 咁當然，因為我其實我好 sure 我自己知道嗰個數嘅，所以你見到我計得咁順係咪先？好，咁呢個就負六 X 加 X。如果你呢個位你都未熟嘅話咧，咁就要擺熟啲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嗱，你呢個嘢就變咗做二 X 加一，即係咁樣睇噶，再乘二 X 減三，跟住下一步咧就係二 X 加一就等於零，或者係 X 減三等於零啦。咁呢個調過 X 等於負二分一，或者係 X 等於三。好。咁其實咧，我哋solve 呢啲方法咧，最緊要有一步咧，就係 factorize 到兩嚿嘢啫。即係呢步係做到 factorization， 其實我哋又叫 solve 到佢嘅，因為你跟住落去都係形式上面寫出嚟嘛。咁所以嗱，如果呢條咧，我哋就會係抽出嚟，因為一抽完嗰個 2x 減一出嚟咧，咁佢自然地形成咗兩嚿嘢相乘噶啦。自然地形成咗兩嚿嘢相乘，咁兩嚿嘢相乘嘅話咧。我化簡埋呢嚿嘢先啊，咁你就可以用運用個 A B 乘埋等於零啦，即係呢個係點啊？等於 yes 冇錯啦，二 x 減一等於零，跟住 all 啊冇錯，五 x 減六等於零啦 ，x 等於二分一或者 x 等於六分五。好啦，呢兩個數叫咩名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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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冇錯叫根啊！好啦，咁其實咧，我哋喺呢度咧，我畫一畫條線先啊，因為咧，我講個壞招俾你聽啊，有啲 quadratic equation 咧，你 factorize 唔到嘅，即係你做唔到呢步嘅，即係或者你根本就唔知點樣 factor。我舉個例子 ，x 二次減 x 減一，嗱，我特登寫個最簡單嘅，因為正一負一咧，你冇可能試咧。你一係正一，一係負一，一係調轉佢，你一係寫一個出嚟已經寫曬啦，你冇可能噶 ，impossible 去整到個負 x 出嚟噶，因為呢個乘呢個 x 啦，減 x 等於零，咁所以呢個位咧嚇唔好意思，呢啲位係做唔到嘅，咁所以我哋要 generally 咁樣去做一啲嘢出嚟。我呢度我數一數啲 step 俾你睇下啦，一陣我因為我都要寫一個即係俾你即係一個 proof 俾你睇嘅。咁我哋咧就有一條 formula 嘅，咁條 formula 咧我就要做配符俾你睇嘅啦。咁我哋呢度咧，去到呢度啦。咁我如果加個嗱呢個負一嚟噶，負一個 b 係負一啊。我點解要強調個 b 咧？個 c 係負一。嗱個 b 係負一嘅時候咧，就 insert 一個數字落去，嗰個數字係同負 b 有同個 b 有關嘅，就係 b over 二嘅二次減翻 b over 二嘅二次。咁喺呢個 case， 如果 b over 二咧，即係負一 over 二嘅意思，負一 over 二嘅意思，即係二分一嘅意思。嗱，我唔寫四分一啦。好啦，呢三嚿嘢其實一個完整嘅 computing square 嚟嘅。嗱，自然地完整嘅 computing square 就 x 減二分之一嘅意思。你都係你可以 check 一 check 噶，就變咗四分一減一 ，x 減一嘅二分一嘅意思。調帶過去四分一四分五，好開方，開方就正負，因為有正負噶，開方五開唔到啦，個二四開方變二，跟住將個二分一調埋過去，好，咁所以個答案就呢兩個，即係 x 等於二分之一加開方五分。或者是二分之一減開方 ，OK。咁我哋寫呢個就得啦，加減即係話代表有兩個。咁當然一陣我哋要做個即係個嗰條公式出嚟俾你睇啦。好 ，OK 未？嗱呢度我一節先啊，因為後面嗰度咧，我想做個即係公式嘅 proof 俾你睇嘅。好啦，各位同學，咁我哋做埋個即係 quadratic equation 嗰個 quadratic formula 嗰個 proof 啊。嗱，咁我做嗰個對比啊。呢條係 general 嗰個 ax 2加 bx， 即係 general form 啊。咁我就攞咗個例子出嚟 ，2x 嘅 square
減 3x 減 7， 咁我哋兩邊一齊做啊，咁我唔想你睇住佢，因為最尾咧會 form 到呢條formula 出嚟嘅，咁就你即係、就是、要背嗰條 formula。嗱，咁我喺呢面咧就兩邊一寫，咁其實咧你發覺啦，個 A 呢度 ABC 係咁啦，呢度 A 係二 ，B 係負三 ，C 係負七。咁如果個 A 喺度咧，有前面有個數字 A 咧，其實喺度左頭左底咧好 Q 麻煩嘅，即係好似阿多留咁左咁，即係大九啊嘛先。好啦，咁所以全式要隨意 A 先嘅，呢個第一步全式隨意 A 啊。好，咁即係呢面要隨意 A 啦，即係隨意二。同一個時間做啊，即係我俾你睇到，即係你知道發生咩事啊。好，咁跟住我一步咧係 cool down step 嚟嘅 ，cool 幾多咧就要 insert 一嚿嘢上去。咁嗰嚿嘢係 B over 呢嚿數嘅隨意二嘅二次。嗱，咁喺呢度嗱，即係呢度個做法啦，即係 x 嘅 square 加 B over a B over a x。加 B over 二 A， 唔好爆開佢喎，即係咁由佢即係喺呢度喎，同埋加嗰個行先啊。好，咁喺呢度嚟講，即係加一個咩上去咧 ？B over 二嚟講，即係我寫埋喺度，即係 B 係即係呢個 over 二嘛，即係三 over 二左 over 二，即係三 over 四嘅意思，減三 over 四嘅意思。好，睇到未？咁即係呢度其實係。x 嘅二次加係咪減三 over 二 x 再加三 over 四，睇到係咪先啊？寫喺呢面嘅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呢三嚿嘢，即係呢三嚿嘢咧，自然地形成咗一個 computing square， 係 computing square 點 com 法咧就 x 加。B over 二 A 嗱，呢步你睇清楚啲，因為你調翻轉拆就會拆到呢嚿嘢出嚟嘅。咁誒，我寧願你調翻轉嚟拆睇佢，但係你知道佢咁樣就會變呢個咁樣啦嚇。好誒，因為呢個係喺 DS 裏面咧，係每一年必考嘅一個 step 嚟嘅，即係喺呢個 computing square 成個過程嚇。好啦 ，B square over 四 A square 呢個我化簡佢啦。好嗱，呢面即係嗱，如果套落去實際用咧，就 x 減，因為呢個係減啊，呢個即係佢呢度係即係跟翻個正坐嘅啫。好啦，就三 over 四 all square。好，呢度係變幾多咧？十六九七。好，然之後咧就將呢堆數字冇 x 嗰堆嗱，呢度有 x 嗰堆冧住咧，就擺喺呢邊；冇 x 嗰堆咧，就掉曬個對面，即係 b square over 四 a square。減 C over A， 咁相對呢度嚟講咧，即係等於加十六分之九加七，呢度通翻個分母，就四 A square B square 減四 A C， 咁呢度十六加佢先。七乘十六加九，一二一，咦？我咪寫錯咗？哦，頂，冇意思，因為隨意咧，嗱，我呢啲即係手痕，你隨意呢個 over 二嘅，呢個 over 二，咁 over all 呢個算啦，我撳翻去665嚟嘅。好啦，反而數字嗰度寫錯咗啊，真係好樣衰啊！好啦，跟住開方咧，留意喎，一個數開方咧，如果你未知數開方咧，佢可以正可以負噶，呢個變咗二 A， 呢個有正負嘅。好，呢面咧十六咧就變四，六十五就正負開方六十五。好，跟住將呢個調埋過去。寫翻靚佢，負 B 加減開方 B 字減四 A C over 二 A。嗱，佢點解寫唔到一個即係靚嘅 surface？ 寫唔到一個靚嘅整數咧 ，fit 唔到咧？其實最主要原因咧，
誒呢度我化簡就三加減開放六十五，呢度六十五嚟噶。頂我成日都寫錯呢啲字，真係好似狗啊！咁因為佢係本身一個無理數嚟嘅，個無理數就本身係咁樣，咁我哋所以冇得走雞，就一定係雙方寫啦，亦都化唔到佢整數嘅真出分解。咁嗱，不過 anyway 啊嗱，呢條式嘅確張 formula 係 x 等於負 b 加減開方 b 至減四 ac over 二 a。我俾兩分鐘時間你背咗佢，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會一條一條咁做噶啦。咁我哋會有啲 variation 嘅 case 會出現嘅，咁希望可以即係令到你即係好快就跟得到啦。因為呢度係一個都幾即係對嚟講一個新嘅 topic 嚟㗎。好啦，呢度一段先。好啦，咁啊呢度咧我準備咗四條啊，咁同你討論，因為四條都係牽涉有四個唔同嘅特性出現嘅。咁我睇下，即係有啲特性，我就唔同你先接住嘅。就基本上咧，暑假教嘅時候咧，就要你用熟條公式先啦嚇。好，嗱咁首先第一步咧，我哋睇睇先啦。我哋對翻條公式啊，條公式呢、這個。咁同埋咧，你喺第一堂裡面學咧，我就會要求你嗱，呢、這個我要求㗎。你寫翻個 A、B、C 俾我 ，A 係一，係咪 A 係二 ，B 係一 ，C 係負五。咁跟住第二步咧。呢、这個 general form 啦，背翻條公式俾我 ，x 等於負 b 加減開方 b 二次減四 ac over 二 a。嗱，一字不漏咁，你寫翻呢啲嘢俾我啊。好啦，跟住下一步，將啲數字塞落去，將啲數字塞落去咯。b 係塞係一，所以負一加減一嘅二次減四乘二。C 是負 5 over 2A 即是2乘2所以負1加減開放1的2至1 4乘2 8再乘5 40乘40即是41是化不到雙方的所以我們這個就答案了就是這樣好到 B B 就是 X 加2的2次等於負 X 減1即是爆開它定埋呢個過去，嗱呢個未係 general form 你要睇翻好佢先係 general form 啊。好 ，A 係一，嗱唔係 x 啊，因為有啲同學真係亂咁嚟噶。B 係五 ，C 係五，好，跟住背翻一次呢條公式嚟，話五條係就 x 等於負 b 加減開方 b 至減四 ac over 二 a。B 是負 5, 好了負 5, 這個是5, 5的二次是25, 減2乘5, 4乘5就是20, 即是5來的。5都開不到方了所以這個可以做答案了。是不是很爽是不是爽過爽朗啦咁你發覺其實佢呢度有兩個答案㗎，好啦 ，C 啦，三 x 二次加四 x 加五等於零。好啦，嗱咁你睇到 A 係三 ，B 係四，呢條咧我哋有啲嘢要注意㗎，因為個 formula 唔 standard 嘅。好，背一次我啦，五字大佢，我聽冇辦法遮住先啦，遮住曬啲公式啊，係啦，就 x 等於。你自己心裏面背一背啦 ，x 等於負 b 加減開方 b 二次減四 ac， 都係好似背串字咁串啫嘛。好，跟住塞數落去，負四加減開方四嘅二次減四乘三再乘五，除二乘三。好啦，塞呢個數落，四嘅二次。減，撳一撳俾你睇下啦，睇到未先啦？四嘅二次減四乘三再乘五，負四係四嚟㗎。嗱，負數嘅時候咧，如果開方開唔到嘅，我俾你睇下開方負四係四，嗱開唔到嘅，咁佢
俾個 mass error 嚟嘅。咁因為佢其實我哋呢個咧係即係我哋知道咧呢個唔係 real number 嚟嘅。咁所以我哋要處理咧，嗱呢度有個 remark 俾你啊，我哋要 let 開方負一等於 i。咁所以呢度我哋可以繼續落去噶啦。如果 let 咗呢個，就變咗係開方四十四乘開方負一。咁都係我哋要知道用呢種方法啊。如果唔係嘅話，都係冇得，即係我哋即係你解唔到落去噶啦。咁原因因為呢個唔係 real number 嚟嘅。好，跟住呢個變咗係四十四，可以寫做係二開方十一。呢個可以轉做 i， 全部用開方負一都可以轉做 i 噶啦。即係抽二出嚟，咁呢個就答案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好嗱，咁啊講多最後一條啊，就係、是、D 啦。二 x squared 加四 x 減一等於零。A 係二 ，B 係四 ，C 係負一。背條公式一次，負 b 加減開方 b 次減 4ac over 2a。b 係負四啊，負四，係咪 b 係四，所以負 b 係負四，四嘅二次減四乘 a 係二 ，c 係負一 over 二乘二。好，呢度撳機撳翻佢十六，十六加八廿四。但廿四咧可以寫做係二開方六嘅，咁約翻下面嗰個咧就會變咗負二加減開方六 over 四。咁嗱，我呢個我即係呢條都係正常嘅題目啊。嗱，呢條如果有 I 嗰啲咧，嗰啲叫唔係 real number 啊。咁不過我哋喺暑假咧，我都係想你用熟條公式先。咁你至於正話嗰個 proof 咧，即係呢度嗰個 proof 咧。咁其實我喺現階段裏面咧，我就唔捉你住噶啦，即係做呢啲。咁我去到即係你中四嘅時候咧，我先再慢慢捉你。好，嗱咁我嚟揭過去咯。好啦，呢條嗱呢條都係擴張題嚟㗎。咁三嘅 2x 加三嘅 x 減二，可以點寫咧？三嘅 x 再二次嗱，本身佢可以咁寫到咁㗎。咁所以我哋叻。y 就三嘅 x 次，咁而呢個咧，呢嚿嘢寫變咗 y 嘅二次啫，三嘅 x 再二次啦，咁所以呢個係 y 嘅二次加 y 減二等於零。嗱，其實你要決定用邊種方法嘅，用個 cos method 定係個嗰個formula 啦，即係呢個 formula。咁梗係唔會一開始就用個 formula 啦，你見到個 formula 都咁大兜。咁大嚿嘢，咁我點會用 formula 啫？咁我所以我首先咧用 cos method 先 ，y 正一正 y 同埋負二，所以正二減一，即係 y 二 y 減 y， 我等於 y， 所以 y 加二 ，y 減一，咁即係 y 加二啦。即係我哋還原翻個基本方法嘅時候咧。就易好多啦，即係 y 等於負二或者 y 等於一，咁未完嘅喎，因為你個 y 係三 x 次，而且佢要揾啊揾 x 嘛，所以三嘅 x 次等於負二。嗱呢個二啫，因為一個次方嘅數咧，唔可能係等於負數嘅，負二唔可以等於三 x 次。好，這個咧就三嘅 x 等於一，所以 x 係等於零。咁我哋即係呢啲基本。呢啲唔係基本問題嚟嘅，已經係一啲即係我哋去到一個應用嘅範疇噶啦。咁你諗下，我哋暑假都要講到咁樣，咁你諗下開咗嘅時候咧，你諗下係咪越嚟越精彩呢？好，呢、這個嗱呢條點做呢？首先通分母先嘅。跟住咧，抄抄相乘。乘咗過去啦，嗱，乘咗過去，佢係咩？係一個咩樣咧？你唔知喎，你要拆散曬佢，跟住再砌好嘅喎。咁我哋而家個方向就砌到咧，你發覺最高出嚟嗰個二次方嚟嘅，即係 x 嘅二次嘛。嗱，呢個我寫咗先啦，減 x
加 2x 減 2， 咁呢度就 7x 加1。嗱，有二次方嘛，咁我掟曬嗰一邊 x 嘅二次減，呢度加 x 減2。嗱呢面啦，咁呢個調過去就變咗減 7x 減1。咁唔應該等於呢、這個等於，即係零等於咁啊！但係我將個零咧搬咗，即係等於嗰個搬咗去呢度啦。原本喺呢度嘅咪等於，咁我搬咗呢度，咁再化簡佢。好嗱，呢條咧你三咧點都砌唔到個六出嚟嘅。我唔理佢正好負好咧，你點都砌唔到個六出嚟嘅。咁所以呢條一定係用公式噶啦。嗰條公式咧記唔記得啊？俾多次機會你諗下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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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啦，哇！好醒啊，真係睇到你眼神，真係你啲眼神啊吸引咗我啦，係咪先？負 x 加減負 b 誒唔係加減開方 b square 減四 a 先，好快二 a。咁嗱，我哋睇翻 a 係幾多 ？a 係一 ，b 係負六。唔係，係六 ，C 係負三，我執翻落去，負負六嗱，你留意呢度負嘅，所以負負六，唔係負負六啊，負負六你就博負六你就你想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負六嘅二次，係咪負六嘅二次乘以四乘一再乘負三除以二乘一，係咪正六？嗱，負六呢度見到有個負二次嘅，二次負六嘅二次即係落三落，三落四乘負三就正，即係負四乘負三就正十二，三六加十二，四十八嚟嘅。你咪要計數機啊！好啦，嗱，四十八咧就除以我睇下先，除以十五落，哦，即係。應該是四開方三嚟嘅，咁約咗嗰個，我寫喺呢度啦 ，x 就等於三加減二開方三 ，OK。好，你睇下有冇問題先啦，我呢度一次先嚇。好啦，各位同學嗱，咁我哋繼續做一條應用題啊。佢話咧，a monthly consecutive integer 呢個係連續整數啊，連續。連續的整數，那它最大的 M， 最大的 M 呢，那另外一個是幾多呢？ M， 跟住當然是 M 減1啦，下一個就 M 減2啦，連咗嘛，係咪？嗱，我哋唔使理個 M 係幾多住噶，總之佢三個連續整數，即係就係咁啦。咁我嗰日咧有個有條友咧，我同佢講話，如果三個連續整數點叻啊？佢話一二三，頂喂，我覺得條友真係弱智嘅。因為而家三個連續整數一個 integer 咁樣講係咪先？好嗱，咁跟住咧，佢話最少嗰個同最大嗰、那個，最少同最大嗰、那個 product 即係相乘咁解啊！誒，等我遲啲要上埋教埋啲中文堂，即係英文咯，即係呢兩個相乘 m 乘 m 減二係等於 m 加十。嗱，我哋唔知呢嚿係咩嚟㗎，但係我哋再變咧，爆開佢，好似你爆成咁樣爆啦。咁變咗嗱，呢、這個我哋用個 cos method 試下，呢條又 cos 咗嚟㗎。阿謝廣希，你做完未啊？我睇咗你間房。哦好。嗱，你發覺又係兩嚿數等於零啊？喂，不過你兩個咧要分開坐啊，唔係話我驚有化學作用，唔係你唔係啊，佢兩個。好。咁如果呢個 case 上面五嗰個咧，佢問嗰三個連續數咧五嘅時候咧，就會係五四三。如果係負二嘅話咧，係負二、負三、負四。但係我用呢啲方法教咧，即係教學生咧，就有個好處嘅，即係通常啲調皮嗰啲學生咧，呢、這個叫激將法啦。即係如果我唔係即係踩下佢嘅話，佢唔知道自己原來咧係即係井底裡面嗰啲青蛙仔嚟。即係等佢有要用勇氣跳出呢個框框，咁我就功成身退啦。因為 K 都要常與你同在㗎，係嘛？不要怕，只要信啊！因為 K 都要常與你同在㗎。好嗱，呢度
即係有兩疊色啊，咁我哋要揾個 x y 咧就代 put 啦，即係 put 一 into 二。好啦 ，put 咗落嚟之後，又爆開佢啦，爆開佢你睇下佢咩樣先啦。3x 減 2x 減4加43 2x square 加 4x 加4嗱呢邊我哋寫埋佢 x 加39調曬嗰一邊調過去變咗 3x 啦呢個調過去就變咗減35咁我哋要睇到啦，有首先又用 2xx 先，咁你呢個好明顯五啦，呢個七啦，咁你要正三，所以呢個係正呢個負啦，係咪啊？嗱，我唔寫落去啦，即係我唔寫呢步落去，我喺呢度做啦。咁 x 咧就等於七 over 五 ，x 等於負五，咁跟住 y 咧執翻落呢度 y。執落呢個啊，七 over 二加二就等於係十一 over 二，而負五咧，負五加二就負三，所以 x y 有兩組數噶，一組咧係七 over 二十一，個 y 係十一 over 二，另外一組咧就係負五負三咁樣。好嗱，咁我哋講完啦，咁我 take 翻啲數俾你做啊。後面嗰條我唔講啦，上面嗰條。咁我都係基本上要求你去做熟啲公式嘅啫。嗱，自己判斷睇下用 cos 咧，或定公式嚇。咁呢度咧，我冇 I 嗰啲數俾你做嘅，冇記錯就。咁我都分兩行啊。咁如果你基本上就做一行就得噶啦。計到咧，計錯咗，係咪唔錯？好啦，係咁多，部機就繼續温嘅，温一陣，咁我就俾你睇翻佢。好啦。